打地里。下一个分界动作啊，当地合好以后，双手在这向里收，啊，双手合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合上，整个路线是逆顺逆，啊，合逆顺逆，再加个下沉逆顺逆就行了。连贯动作的抖转前，抖往前一抓拳，抖一小拳。有点难度啊，到这儿合，对，慢动作，抓手里收合上，然后变外折弯，快动作就是对，慢动作往前先送，抓手收回来，行了。一。二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试一下啊，折弯，哎，对，手第二个手，预备，一，当你抖完劲儿以后，双手变逆缠里合，双拳向外展。用拳向外展，不要用肩往外展，用拳向外展。和在这完成以后，和逆缠下沉蹬出，这手上弄的啊，和沉蹬，蹬完以后对手沉肩啊，我们试一下啊。预备啊，走，折腕，折腕，不是这样腕子啊，是向外，对，向外折，这样子发出来劲儿啊，这是双开劲，典型的双开劲，不对劲，这样发劲，不要这样，预备。这个，当你在这儿完成以后，双手合下沉松化向右伸的时候，同时把左脚提起，向用脚跟向自己的左上，这样蹬出，这样蹬出是最难的啊，最难的。如果你蹬不起，那你就向下蹬就可以了。在这儿，合劲儿一，抖劲二，蹬完。把脚收回来，在这儿一合，一抖一合，啪，蹬出去，脚尖斜向上蹬，用小腿蹬，不要用胯蹬，用胯蹬就不行了，提前小腿蹬，预备啊，我们试一下啊，向上蹬啊，对方出一拳过来，啪就是一个，啪就是侧身体。你侧身得是脚跟从下往上的，这样蹬的，不接手，身体略向左斜，这样一个侧身，不要这样蹬，这样蹬，小腿的近身的打法可以在这哗踩断向下，是踩小腿面的，这是踩腹部的，腹部和桡部，如果你体力好了就斜着向上蹬，如果体力不好了在这你可以抖。向下蹬也可以，你体力不好稳定不了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两种方法都可以去啊，向下也可以啊，向侧也可以，就打完以后要收回来，肩沉肘坠。再来一次啊，预备，打完左叉脚以后，这个脚就在空中没停啊，没有落地啊，我们交流落地，就打完脚以后啊，一折二转过来，这都在空中，三合抖劲包括蹬出来，包括蹬完成，这脚都在空中，没有方向，手折，手向里折，然后打开，打开，合上，就行了啊。一，在这儿完成了吗？一收，打开画弧，合上。一下三次是。不会从上边走吗？在上面。
路线啊，一、二，合上，啊，一、二，合上，一、二，合上，啊，左立折，然后垫掌，合上就行了，啊，预备啊，你俩可以跟着练，来来就别站着看，这是往那挤的，后边就跟着练了。手在这儿，单已经完成，一、二、合，对，一、二、合，预备，一、二、合，打开。预备啊，试一下啊！当我们把腿抬起来啊，当你蹬一根完成在这儿，一胸腰子小折叠，一二摆脚，把脚从这儿摆过来啊，摆过来，是不是对吧？把脚从这儿，从这儿开始啊，蹬完，蹬完预备啊，预备，然后一。下沉一二合上腾出提膝迈步打开伸出前掌部啊，主要在这儿有一个胸腰小折啊，难就难到这点了，其他的都不难啊，重要在这儿，这个你蹬脚预备一松手上升的时候胸往下沉一摆过来就行了，咱们试一下啊，预备啊，不要摆到这儿了啊，要变了，预备啊，啊，对，再来一次啊，来，一胸腰一个小折叠，一二这样摆上，主要是原地这个一松，然后才能去合的。啊，然后就合了，再来一次啊，预备，啊，折腕，啊，外折腕，对，折腕出，一、二，就这个圈，一，先向里收，再向外开，胸要先沉松开，合，有一个折叠，再来一次啊，预备，路线要对啊。是双手的顺缠，这个顺缠在我们推手当中作用非常大啊，擒拿、挂吊、进攻都跟它有直接关系啊，跟它有直接关系。所以你走这个圈要像按一个瓢一样往下按，然后才能合上。下一个分解动作就比较简单了，当我们摆上完成啊，完成以后，身向左转啊。重心走下后，逐渐移于左腿，然后提膝，迈步向右后方迈步，啊，打开就完了。我们一块来啊，预备啊，预备啊，走，移，提，迈，打开。当你迈步。提高以后，一、二，还要画这个二字啊，还要画这个二字儿。一、二，沉，开脚，啊，提膝，迈步，这些跟我们练斜行、第二斜行，基本是完全一样，啊，基本完全一样。咱们。一块来啊，预备，预备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前脚，移重心，提膝，迈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开脚，
体外部预备，试一下啊。刚才前堂的胸针的话，这是我想懂得了。东北，前堂是面向东北，等你组斜行式地方面向东南了啊，整个是90度角的转换。再来一次啊，预备。当你迈步完成以后，右手左手变拳向外拨，啊，左手也变拳向里合，啊，走向里合，然后。左手折腕提起，右手里卷下叉，同时把重心移到前头。啊，在这儿走叉，完成。咱们一块来啊，预备啊，迈步啊，变拳走走。走走走预备走走走预备一下啊，左手过右手是打，跟斜行有点相仿，这是变拳，左手过，看他现在推我啊，当他推我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手，这个手就是我刚才这个手，啊，刚才的手，这个手往这边拨，往这边拨，同时这个手呢滚，他就跑了，啊，现在是不加力，如果加力他就摔倒了。当他走的时候，拨滚，啊，正好到这个情况，就是这边是拨，这边是打，千万不要忘了后边丢了。前面拨的是后边搓，你看人就倒了。如果大家看啊，一二用肩了，谁也不行，我也不行，你也不行，谁行我想都不可能了，所以一定在这儿走手上去走。大家看啊，走到这个时候，走到这个时候啊，如果你走不成，检查一下这儿，在哪呢？在这儿呢，只要你横出他出去了，所以这手一定要往前捧。好，大家看左手啊，八变拳了，你多可怕！一哎，那么一二八，两个走到这儿，咵一下一拧一下，上打下讹，下打服务或者当务，大家可以想象什么结果？走到这儿，很温柔的把拳出来了，这就是击地锤。啊，向下打对方的胸部和裆部，所有的都是因为你的膨胀，在这儿膨胀了它就出去了，不膨胀平面的它出不去。预备啊，拨手，又可以拨腿，当你往前胸压力挂就跑了啊。对，当对方推我前胸的时候，啊，前胸手现在变了，刚才我手在外边，现在手在变了，变的时候也不能因为这个时候从外边里边再拿了，那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哎，这就是我们的诠释。大家想想，把对方推我前胸推过来了，那松松，哎，这就是诠释，这就是诠释，啊，那么走到这儿，扒一下，你看这个打魔术，哈哈，是的。买一送一啊，所以以此类推，对方推你哪个胸都是一样啊，他推你时候也是一样，那么往这边拨，往这边拨都是一样，一边是斜行，一边是屈伸锤，都一样。问题一难，两手能不能相吸相吸，能不能衡量出去。在王如月拳上说过一句话，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，你差一点点，那到结果就差得很远，打枪一样，我差一点到目标都不知道是多远了，是不是？翻过来说，往那差一点跟差一百丈是一样，哎，我差一点捡一百块钱还是没捡，
是不是？差一点跟差一百丈，跟差一百米跟差一百里你没区别。哎，所以我们就要认真的去琢磨里面，一点也不要，一定把这佛上给加持。再来一次啊，预备。做完以后，纵手向里卷，向外擦。咱很多拨完以后，拨，从这儿想走，这不是向里卷，还是向外擦？来，国医试试来。当我现在跟国医摔跤，我就是摔上去。开个手啊，这个手拨完以后，你擦不下去，这擦不下去，为什么？用肩。怎么样才能擦下去呢？走手，走手，他有两个手抱着这个背，你一样擦下去，一样擦下去，就是一定在这儿是用手啪打上了，千万不能，注意看啊，你一收，他正好给你说上，他把里横出去了，那不行，这个结果不是我们要要的，我们要要你从这儿，他下去了，得带，他跑去了，哇，他就摔倒了，就是你的手在这儿随便怎么转，随便怎么转，就是这手骚气的意思，要让对方在你掌骨之间，近断亦不断。意断神相连才行，所以说不要想白岩老师我就学不了了，那不行，走卷两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节节贯穿，节节贯穿，再来一次啊，预备，一定不能把肩带起来，提这种，这样才有威力，才有威力。好，下面我们学习二踢脚翻身二踢脚，就是说，当我第一踢完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打脚，这就是我们学的二踢脚。我们下面一块来啊，当你第一踢完成以后，右手右手折腕，手领劲向上。打出，右手，左手下擦，左手在这儿下擦到自己大腿外侧，也极力推一边一，同时勾后脚，这是我们上拳里唯一允许你肩肘起来的，都不允许，就是唯一允许你肩肘起来的，因为你是后边敌人袭击的时间太紧迫了，违点规也不要紧，只要不违就行了。越一点为无奈，实处无奈，就是我刚走一个地的后边有个人扑过来，啪一下我就要解决战斗，让人扑在你追击，不然把对方按着你乱趴，没条件没有了。所以是这师傅在这儿以后要一两手对称，同时勾脚，咱们一块来啊，预备，一，预备。一，预备，一，预备，一，试一下啊，预备啊，一，别忘记左手啊，在这儿击地锤，走，这个时候不管了不行，击地锤，这样去发，两个手力量这样去发，才能发得力，不要。光顾右手不顾左手不行，而且手不能对开，手要上下，一再稍解你就发出去了，这样你就发出去了，你这样你就发出去了，预备啊，一二，这么行，来莫来莫，这个没松，尾中也软了，那不行。咱们要就是尾中度软，来莫要松，这是尾中，这是来莫，就大腿窝这个地方，就是当我发了拳以后，一定是这地方松，这地方是紧的，撑上去，这样就不行了，这样你就整个变成直角支撑了，形成角了，形成圆运。再来一次啊，在这里边慢动作就是走，完成了，从你走前
走上边往前看，哎，有你敌人在后边按住啊，发力的时候走，哎，走，一定要这样发力，这样发力，松胯，勾脚，同时完成，啊，不要，这不行，一定是稍接的力你才会出力，啊，一定要力，夸一带啪，我打回来了，就是这种劲儿。预备啊，试一下啊，趴在这儿，预备，一定是从手上这样，这样出来的劲儿，哎，一二八，劲儿越稍接上紧，体会到走上。现在大家呢，还是这种，啊，右多左少，后面不对称，啊，从这压啪这样子，这样出来的劲儿，你才会有对称的劲儿。哎，有点意思了。哎，有点意思了，一定把一放到烧结，再来一次啊！预备，就是我发还拳还在松了，那不行。发近点的时候，拳要紧，拳最后抓紧了啊！预备，慢慢练，慢慢发啊！这个劲呢是防后边的，防侧面的啊！当对方一理你，啪就回头就打上了。顺步对手，你尝尝，现在你对手和睦，对方在正前面，就是侧面等于用上。一旦他在你侧面上的机会上了啊，侧面就上了，所以在这个劲儿你会记牢，反复的去找这种感觉，不要在今天发展完就以为发出来的不行，要反复的找。下面的分解动作啊，当我极力的预备一完成以后，二右手向前展啊，左手向外开，左手合于耳下，右手展到大腿外侧，同时把自己的右步拉回来，在这儿走啊，咱们一块来啊，慢点啊，一勾脚，二完成，左手在左耳左侧啊，预备啊，一二，预备，一，二，预备，一，二，对，就刚才我。啪一手打上，对方是个高手，我没打住，啪我就斩废了啊！那一下没打住，我就要追着打，啊，追着打，这个机会我不能失，你袭击我了，我也不能饶了。你在后边一拳一推一脚过来了，啪就是走，就要跟上去，不够我就追上去了，啊，二级脚就往前迎，跟上去，是连续的打击。预备啊，我们试试啊，在这儿，当你一完成的时候，这个脚就这样拉回来了，不行。脚要画弧线拉回，画弧线拉回，不能够这样拿回来的啊，脚要画弧线，预备啊，脚步走在指当锤，一把这个脚尽量向后勾，二的时候要拉正方向，方向就正了啊，拉上这个脚其他脚都不对，一般都拉不够角度，拉不够角度。下一个分解动作，看右手啊，一重心逐渐往前移，右手外开，里合，合于耳下，等等，右手开，合于耳下，左手呢继续向前捧，重心前移，后脚翘起，现在前脚是点住的啊，就是我现在在这儿预备，走，完成，双脚都是点地的啊，不跳以前双脚都是点地的啊，耳下啊，折回来和耳下，预备，这个时候在这儿呢，就是在这儿继续向前就行了啊，预备啊，在这儿什么呢，是摇身子，我把手硬起来，大家看啊，一二，他也能摇这种手动，那不行，就是这在这预备是手在的，一
这样不要，王八大为他慢动作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，这样完成了，千万不能。只要你走这么长，你的手跟着就可以走，你就是摇这腰，哎，从手跟腰、肘跟轮同步旋转，同转自转同步，预备，啊，接手，接手跟我这没区别，对不对？我们转过来这一样吗？是不是一样？啊，变化打一下，接手，啊，接手，接手你打不上啊，你怎么会打上啊？你打不上。那怎么才能打上呢？就是当对方出一拳接手一旋转，旋转挂就打上了，啪就一手打上了，啊，就这个手要靠，靠挂，挂分，啊，就打上了。所以你一定要有骚劫的意思，对方力量越大，他现在是没力量，不给力量。如果力量大，光是挂都给他挂好了。这只要是真力，现在他就练两年，他已经练聪明了，给力我是假力，因为这个力没有了，没有就算了。他现在不给真力，如果他是给真力的话，就力挂他就好了，用他这个棍儿啊，啊，这一，如果他真的是真力，这一挂，叭就跟上了，就打上了，啊，所以他现在又是假力，我给您啊没有了，啊，所以就是一定从。稍解体重，你看这手，哎，你看很正好送完，可以换个方法啊，还是这个力啊，起不动了，他不怕了，他自己笑了，很能解，哎、啊，他笑了，可是哎，稍解，要的稍解，要就要的稍解，所以一定你记住。转的时候一定是稍解，这一二三稍解再转去合适。记住稍解的，你的妙劲就有劲了。记住稍解，光晃身子不行。啊，要说晃，老家比我们晃的还好看，那不行。再来一次啊！一定要记住稍解。完成以后，右手啊继续向前拧劲，重心移前腿啊，移前腿。一到前腿，后腿抬起，啊，向抬起向前迈步，右手向前伸，左手向后扬，打脚。南平快来啊！预备啊！走，走，走，打脚。预备啊！走，走。走，打脚，预备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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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脚，预备啊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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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我们试一下啊，走走，这后手指的不行啊，后手指的很难看，就在这儿，走，走，走。这样打上，里背半圆打，预备啊，试一下啊。当你走到这儿跳的时候，跳起来了，左脚已经起来了啊。这空中向下合的时候，是手背一定腰一块在这儿大剑合上，不能到这儿。哎、腰直住，手去够脚，绷住不行，要跳起来要用合力。手和脚要有合力，再来一次啊，抱着掌，后手仰掌坐腕，前手腕子放松，啊，脚提起放在后面，预备，看啊，出一拳过来了，接手一，既有合力，光那个气势都起点了，啊，就对方出手，接手一，哎，大剑去合。这样就是啊，在用的时候呢，给当地方出拳，一二八，啪，腰都合过来了，咔，就等于脚啊，啪一下，你就整个的身体跟脚去往一块叠，去往一块叠，哎，对，就那个意思，预备，
我们就讲一个金丝蝉王太熟悉了。金丝蝉王在中国武术哪家哪派都讲，但是能够走好的确实是不错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就讲一个金丝蝉王。金丝蝉王这里当地方抓住我以后，你手机放进去，看这个手啊，这是从这儿画圈，从这儿画圈升起，有个口诀，一看手心，看到你的手心，你看到手心，他讲这都动不舒服，再抓紧，看不到手心他就松了，看到没有？口诀，一看手心，二看手背，看见没有？三切，摔倒了。啊，基本口诀啊，一看手心，在这儿看个手啊，在这儿啊，二看手背，啊，剩下就不管了，剩下你怎么样切啊？对，三种方法，一种方法是切，一种方法是缠。第三种方法就是说，你一站，这个手从这儿挖下来找我的左脚，人啪就摔倒。第三种是对的，啊，第三种对的，就说要记住，这手在这儿抓紧，看手心，看不见，手要在这画圈才能看到手心，手要在这儿画圈才能看到手背，剩下的我不用讲了，切，大家都会。来，咱们自找。你走过来是很妙的，不对力，一路不行。是，来抓一套，套的。谁要偷笑？你看这个，看到手机了，这手往这儿走，走，切，滚了。就是一看圆了，其实一看手心以后对方已经摔倒了，只要你看到手心都摔倒了，后边就是你练习技术了，就是通常的人只要抓住你一看到手心往那一掖，往那裆上一指，他就先他就投降了。哎，你要扒这样一指的，活他就摔倒了。但是我现在不要你走正路，这样的，这样对你来说要求太严格，太不严格，一看到手心了还要去看到手背，其实你看到手心已经赢了，还在抬举是不是已经赢了，看到手心都赢了啊！但是要求你看到手心以后要是这鬼子是这啊，这样的话就下来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我没见过能录，我就根本一个场上我就来别这样，那效果你看这手啊，看啊，这叫力，你看一看手心，从这儿一看手心，二看手背，切谁谁倒，谁手要锁谁谁倒，啊，是不是？这个他那个鬼转，使劲拖，对，就是要把你这力拖的，你力拖不了，他咋能翻过来？他没道理嘛。一般使手指头，这个你看，你这一是空趟，再一个力这也跟着。你看这个手啊，为什么要去看手心？就我教你口诀，其实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分析啊，一二三四，这是八个手指，这是两个手指，从力量上这是最大的，从战略上、兵书上、奇正学上要避实击虚，加力，避实不行啊，击实不行，要我去挤他这点，你这个大指多难受啊！大家看大指，对，点这个大指已经这么难受了，你这一挂他就倒了。啊，所以在这儿去用小背挤他的大指，然后向外画弧，他跑出去了。他就说，你永远是一个避实击虚的过程，最后把我酿。不要用力来取胜，啊，你多大的力量，我不相信你的大指比我小背还粗，对不对？你大指比我小背的力量还大，我不相信。啊，我们就力量大，我相信，但是我相信你的。
大子的力量一定不会比我小辈大。哎，慢慢的体会体会。你这样去，给你打字。你看当对方抓你，他从这儿你就摔倒了。不要走这么大，用的时候当对方一抓你，啪一下，啪就不倒了，就从这翻这么小的圈你就倒了，一二你就倒了。但是呢，这是技术，毛笔字的楷书你要，你把这楷书写好了，那这些行草你肯定就轻轻松就写好。现在你要把楷书写好，一。手指一立起来对着自己鼻子看到手心了，然后二我看到手背了，然后你再切，你看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力量就跟你说这个和你们不一样了，那就是说我的力量比他小太多了，我如果这样那就动都动不了了，那怎么办呢，就看见用肘用这个地方去挤他的小背，挤他的小背，挤到这儿他就已经摔倒了啊。然后我这里，然后你不是手术一挤他的小背起来了，我看到手术啊，看到手术，他张峰知道，他知道，知道，他知道，他知道，他这跟卢旭卢旭差不多。你感觉感觉啊，这叫做翻力。你看，你抓紧，你看，你看你手大的啥样了？我看到手心，你大的啥样了？我只要看到手心，你大的就不舒服，是不是？一定在这，你在这不守着定位，一八个圈，再八个圈，是记得那本事。小背挤大指，不是挤小背。丁导，这小背挤大，筋啊，这都挤小这个。你看我，如果是你抓紧，如果我用这样翻，这不太累了吗？我现在不是这领劲儿，你看，用这东西挤你的大指，你看它大指什么样，对不对？那我锁上你不就不舒服了吗？是不是你还能跑上？但是我到这儿，我并不要拿你。哎，我走到这儿，我还不要拿，我还要。还要去练这个少杰，还要去练好，这是要你练习的难度提高了。其实你用的时候，那对方这样用的时候，他就这样就行了。然后就这么小的事，啪一拍你就，啪一下你就倒了。用的时候它非常小。我昨天前面跟你说了，练的时候一、二、三，这是找钱。八倒了，这是花钱，花钱要力量越小越好，但是你没有大的，那个小的感觉你找不来，你非有大的，你的感觉就来了。画圈的时候，用这个地方去挤他大指，啊，这个，你看你现在为什么翻不过来，就是你是横给他大指一个横力，他能抗得住，你原力他抗不住，你原他抗不住了，你现在你抓紧，啊。你他看得住，为什么你是个直立？直立就是大小不明。现在呢？现在你看圆，他人都飘起来了。你圆了，他就什么也没有。长什么都看不到。哎，对了，啊，问题是我，你看我不用手，用大的行不行？不行啊，他非要。非要这个圈你才敢让他这规律出来了，你够不够了，然后切就完成了。你不是这个时候啊，哎，这个时候他怎么说的，是啊，你抓吧，这个你去走，大家闹得多，我就下边这个吧，行，兄弟走，抓这个，就跟兄弟说抓这个，哎，对，是啊，是这时候抓三个，是吧，这个好几个，那咱这儿一
非都都是我得的，不懂你，不懂你发展你都不说了，懂你。你看这抓着，抓紧，跟张老一块儿弄，抓紧，一块儿弄看。这样说，起不行。你看，从这儿起，这样，这样，对吧？这应该是说这个这个紧的，或者紧的，用这往里卷。哎，地方抓多大？你两个手、三个手的力量，你要起起不了，你自由呢？哎，啪一下就摔坏了，这就着就起来，走稍点就起来了，还是一样。嗯，这个背不能抓了，也就是你看，注意看啊，这个就难度大了，地方抓到这儿难度就非常大。你看，管手。滚动，来小粉了，抬手滚动，你还不能跑，哎，这叫和尚你不能跑，这就难度很大。这个比一会儿这个时候喝住，哎，这个手这个你扔回去，滚动，滚动。和尚，这个难度大，这个让个和尚，让小威然后这个，这就有难度。你不是钻石吗？是不是？咱说的话，大家都是要检验的，不是吗？还得超验吗？不是把指尖往那找就行了，还得超验一下。对，你在哪里都要想到手。比方说，就像抓紧，抓紧，这就是把时间放这儿了。啊，就是你看，再抓紧一个月，不行，不行吧？打球都不怕吧？对，你看这哎，谁？烧姐点，咱就是烧姐领劲，两头卷去，卖的是这包药啊。没有，你抓紧，但是你注意看，我慢点，我这么慢都受不了，这并不快，你是不是很慢呢？那再抓紧，你变速，叭一下你就，哎，速度不同啊。我一定是烧，一定要抓，不得呀！那整个这个时候在这儿，等于是你看，对方抓紧以后，慢动作，慢动作啊，放大了啊，七啊，空了没有？再抓紧，抓紧，抓紧，空不空？不空，不空。注意啊，注意了，烧紧啊！哎，你空了没有？空了。哎，你抓紧，你哎，又都空下来。哎，对，六分，嗯。这一个小圈，你手指有点转，不行不行。哎，叭一下你就下去了，不是多大力量，都是这个。这一个太累了，这个假如是100公斤，1.84米你怎么办？135公斤怎么办？你都不一定下得去。但你有这个圈子就空了。咱们再举个例子，你看啊，这是公平的吧？哎，抓紧啊！我说的好。注意啊，看我这变化啊，抓紧啊，变戏法了啊，走，空没有？空了空了，我冲上劲来了。你看，我现在冲上劲了。这是在这走，不中，这样我等于撞。那就是你这个力量，我不用这样的眼睛走，你就摔倒了，就不能推。那么从27脚完成以后，我先把动作做一遍啊，27脚打完。完成。然后我们把它分开来讲解。27脚击完以后，第一个分解动作：左手逆颤，右手顺颤，向左走下弧线，向左微领，啊，微向左领，领上升，然后变左顺右逆，向自己的右侧领。那么走一个由下向上的弧线。顶上升捋过来，左手捋过来以后在自己胸前中线，右手捋过来以后在自己耳侧，双手之间的距离呢就是1倍，大概是50公分左右。吸完以后沉上升捋过来，
啊，我们先来坐下手啊，预备，走。对啊，形成了左手啊高，右手提，正好相反了。转过来，右手稍高，左手稍低。另外转过来以后，这个手呢，对前手啊，左手在胸前这个手，指尖呢斜向上，啊，指尖斜向上，不要向下，向下自己这个腕子呢，在这个地方多了一个死折，对，斜向上。手腕不会外折，那么检查脚，系完以后，一，双手向左捋的同时，我们先做步跳的啊，那么左腿呢，屈膝松胯，身体呢下沉，右脚提，右脚继续上提，这时候不能往下放，应该把脚呢继续上提一次，提。然后向右捋的时候上升，向右捋的时候右脚正脚落地，移重心提膝迈步，眼睛看自己左脚迈步这个方向啊，再注意看啊，一下沉，正脚移重心提膝迈步，来我们来一起做啊，预备，走，一下沉，二正脚重心提膝迈步，再来啊，预备，走，一重心下沉，二正脚移重心提膝迈步，来啊，预备，蹬腿的胯骨，包括你迈步的腿，这个胯骨还是要松，不能形成啊。这儿正脚往上翻，啊，填着自己胯往上翻。那么站正脚移重心提膝，还是要靠松胯，迈步，胯这点呢不能往上往里填，往上翻，啊，还是要松，沉向下。再来一次啊。吸完以后，一，一沉，二拧起来跳，二跳正脚迈步，啊，就把它变成由刚才的正脚一步一步来，就变成一个连续的完成了，啊，一，完成，来试一下啊，预备，走，预备。走，预备，走，这个右背啊，注意不要掉下来，停下来，就是这个肘呢，不能高于肩啊，在运动过程当中不能形成高于肩或者与肩同高的情况，停下来。啊，肘呢要低于自己的肩，啊，低于自己的肩。那么第二个分解动作，跳完以后，二，左手继续开，外开逆缠，走下弧线，向左捋，啊，领到自己左耳侧，右手开顺缠，理合，走下弧线理合。合于自己胸前中线，啊，合于自己胸前中线。
一完成以后，二走下弧线，捋过来。大家我们一起来做手啊，预备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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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这个手运动的同时，脚左脚啊，脚尖就落地了。落地踏实，同时当走下步移重心，重心呢移左腿，啊，刚才在右腿，当走下步移重心，移左腿，收右脚，把右脚呢放后弧线，收回，收回自己左脚里侧，这时候眼睛呢就向左看，转过来看自己的右侧，在这看啊，从一完成以后，二。完成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做啊！预备，走，预备，走，预备，走，预备。走，预备。换面过程当中呢，就形成不了这个下弧线啊，就是当走下弧这段做出来，往往都是形成啊这样平移过来，就缺少了从它当走下弧穿它中心回来，而不要形成这样平移回来啊，一定要记住当走下弧。下弧线移回来，再收回来。这个收脚呢一样，稍许距离，一行一行飞，收拢回来，而不要形成一种整体的拉回来，靠大胯拉这个表。再来一遍啊，注意一定记住重心的转换呢，一定要走下弧线，就是说我们说当走下弧，重心转换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当走下弧，而不要平移。平移的时候呢，一旦遇上外力的时候，你根本就移动不了，你双方这个力呢就可以形成相抗，而你走一个下弧线呢就改变了你方力的方向，就可以很轻松的移过去。第三个分解动作，双手由掌变拳，起上升折下沉，这点呢跟我们前面学的这个劈身锤啊动作呢很相似，我们劈身锤是拉开以后双手是拳直接提折沉，那么这个呢就是掌啊双手中捋顺的时候变拳提沉，唯一不同就是手型上稍微有点不同。来，我们先来做一下啊，预备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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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双手提沉的同时，啊，向右脚呢，向自己的右侧后啊，不是正后啊，侧后方啊，绷出啊，绷腿，一，把腿绷住，
这要把这个脚呢拿过去啊，就滑地贴地滑动冲出，好，向后冲回。这时候重心还在左腿。来，我们来运作，预备，走。预备，走，预备，走，预备，还在前面啊，不要跑过程。如果说你是在这个地方，你重心转过来，马上就摔下来了。所以你绷这个脚的时候呢，这个脚还是虚腿，重心呢还在自己左腿上，这样。往右上移，一移，如果后面是有坑就掉下去，所以说重心呢还是在前腿啊，这是一个。另外呢，这个脚呢，既然是绷腿，那么脚跟呢向外去弹，而不要形成从这个地方这样拉过来，脚跟这个部分呢不向外方，也不出去。再来一次啊！预备，预备，你就这个姿势预备。看啊，那么这边不是收回来，这边如果说有一个腿在那放着，你来帮我试试，来走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说它在蹬的时候是存在从这个地方去启动的，这是一。第二呢，这个胯呢它没有往下蹬，这个脚呢它不是靠这个地方去，脚跟外移，它少了这个。那么其实两个人从这个地方，你看啊，如果说我也是这样的话，他也会看上去。那你看，就是脚跟外移一绷，你就很轻松就过来。不要轻松跨一跨，俩人就正好就把力顶上了。再来试试啊，预备，这样起，小腿盘腿练。对方也对对方没有产生不了压力，大家不要用胯，一用胯，你看这个力量在这个位置，对方在这儿打，越顶你越想过，深呼吸，用胯，用气，啊，就这么多就够了。这个冬腿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，要拧着。你的脚跟那么对，弄出去。待会儿我们休息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就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再仔细的慢慢再讲啊。我们接着讲下一个分解动作。分解完以后，双手这里折腕，双手里折腕，左手顺缠里合，合理自己胸前，全心呢向里。啊，全身向里，推自己的胸前中线。右手呢，变成全身向上，也是顺缠，肘腕弧线下沉，外开，下沉外开，合于自己右大腿外侧，啊，右大腿外侧，就是不要从里侧合啊，不要这种了，啊，外开。走外弧线拉回来啊，双手在这绷完以后，里折拧过来，拧过来，就这条背右背啊，不要拉直，里背弯曲啊，里背弯曲，记住，再记住啊，是走外弧线合回来，不要走里弧线，走外弧线拉开。来，我们先来做手啊，预备，走，预备，走，预备，走。
给蹬出以后，手上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但是在双手运动的同时，重心全部移足，同时身向右转，身向右转，蹦来以后，沉，移过来，转过来啊，来，我们来一起做啊，预备，走，预备，走，预备，走，预备，这里还要保持这么。就咱们往往呢是在这条胯上呢，比如说在左胯上啊，这块没有真正的沉下来啊，没有松下来，胯没有松，那么就会形成了这个臀部呢向上转，身体呢前胸了啊，这条胯呢一定要记住要松开来，真正把这条胯收上，收到位沉，倒过来，而不要形成这点一填，身体就会前胸啊，所以这条胯一定要记住要松开。再来试试啊，对照镜，对照一遍，你看，你左右的穿，这就靠这点胯一松，哎，你转过来。你如果说胯不松，俩人就看着了，是不是？俩人有很多人说你顶上，哎，一沉一松，你就回去。说这点胯一定要松，要沉下，要松下，啊，不要把它沉下。咱们讲下一个分解动作，左手。左手继续下沉，是自己俯前啊。左手呢继续下沉，是自己的俯前。右手这时候变了啊，逆沉，逆沉，卷上升，离合，我们说卷起来，从烧结的位置卷起来，合到自己。耳下，合到自己耳下，卷合起来。我们先来动手啊，预备，一，预备，二，预备，三。预备，四，预备，五，预备，六，预备，这个我们讲过，卷，从烧底卷起来，啊，离合下去，那么这也一样，卷。也是要用气卷，而不要形成合，要拿回来，它就少一个卷的卷的动作。那么这一个卷，以后你再推手插把卷，就多了一拿，你不卷，你就什么也没有。而且你在卷的过程当中呢，以后你还会多走啊，走的动作啊，那你不卷，这样拿回来，这些都不会膨胀进去，都不会。这一卷呢，看似简单啊，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按气机使用的方法，它一定要去卷，卷它回来，就像我们说卷那个饼一样，就卷进去，不要把它叠起来。那么说重心，在双手运动的同时，这个时候当走下弧，重心由左移右。这个身法呢稍微有点大啊，卷，这个时候你看他右胸打开，身体有点这个向左侧这个侧斜的这种啊味道啊，拧过来以后，哎，卷起来，来，我们来一起做啊，预备。走，
预备，走。预备，走。预备，他连着下一个空姐动作，整个就是全转身，所以正好是一个摔，啊，摔下来。如果说你不挖这点空当呢，给对方呢，那你这样夺回来没有位置，对方不会过的。啊，一样，把这点位置留给他，他才会摔回来。我们讲最后一个分解动作，卷完以后，右手啊逆缠上卷了，顺缠外层领出，在自己的胸前啊，全心向内啊，全心向内。左手呢，刚才下沉了，在右手顺缠展开的同时，左手呢微逆缠，也变旋，旋眼向上，双手呢，这个时候啊，两个手全也上下相照，啊，两手全也上下相照，这样卷起来以后，沉，完成，你看啊，卷起来。来，我们先做手啊，预备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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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